对，大家就操作自己的活动。那在刚才的过程，大家也可以体会到哈，我们其实在线上的时候做分组讨论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但是所以有一点点兵荒马乱，那是正常的。好，大家一回生，两回熟，三回就会呱呱叫。好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们两天的研习到最后大家会非常顺利的去切换。好，那现在请大家把手放下咯。好，请大家把手放下，点一下手就放下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思考的是，我们要这个我们就跳掉了。好，我们要思考的是说，写教案让您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毕竟我们可能要完成一节课的教案，所以想让大家思考一下，您觉得写教案让您觉得很危险的，好，就请您呢，用一个文字方块，好，文字方块，你点一下文字方块到这边，比如说你觉得很危险的，你就点在危险这边。然后呢，您就打上您的名字，好，可以把它调大一点，好，也就是说，我再讲解一次哦，哈，这一页我们不做了哈，这一页不做，我们直接跳到这一个风险圈这边。如果您觉得呢，写教案我天天写，像丽芬老师一天到晚在写，又一天到晚得奖，他觉得写得很舒服啊，你就可以在这边打字，好。那或者是你觉得不是很危险，但是有点挑战性，你就移到这里来。好，你可以用便利贴啦，好，因为便利贴比较大张，那你要缩小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文字方块，便利贴、文字方块都可以。现在呢，请大家到我们的第三页，对不起，第四页箭头这里，好。请大家到自己的第四页哦，第四页，你可以用箭头滑动。刚才我们在第二页嘛，你一把箭头，刚才我们在这一页，你往后面移到第四页，然后在这里打下你的心情，写教案让您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，那就请大家开始打喽，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来打一下。好，线上排水家们，怎么样翻到第四页呢？好，老师，您有没有看到这个页面？第五页，回到小组，你要转到小组该为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我们现在没有要去小组教室哦，我们现在在大教室。在大教室。那您刚才的白板，你还记得你的白板吗？记得。哎，有没有看到我这红笔框起来？有。这里不是有个箭头吗？是。你点一下，它就会到下一页，你就一直点到第四页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请老师们开始做这件事哦。请三二用的回白板。好，老师您等一下哈，来，怎么回到白板？我共用一下。好，有没有看到电脑最上面？有没有看到这里？有。你就点一下，就回到你的白板了。有看到这个画面吗？在你的电脑最上面不是有很多页？有一个是教室，有一个就是您刚才的白板，点一下就进去了，可以吗？好。安静先生。哎，请说。那个白板条线不爱摸小心，不爱删掉的呢。好，您是第几组？第四组。啊，第四组。第四组。第四组没有看到老师的那个画面啊。啊，我的被我不小心删掉了。好，请你到讯息栏。第四组吗？对，等一下哦，来。我现在有贴一个10:09的这一个是工作版，是你第四组的白板，你点进去。10:09。你到那个聊天区讯息栏。点进
有看到吗？我都没办法点呢。啊，我点进去了。对，就在那里。有。好，什么名字？好，买。那天山猪还没崩还是？老师，请问一下，我打字一直打不上去，是要怎样打？你先等一下哈，刚才哪一位老师说他第三组的白板不见了？婉君，第三组哈，好，一样到那个讯息区，讯息区我也贴了第三组给你了，10:10这一个你点进去好吗？刚才说不能打字的是哪一位老师？第4组东荣。东荣，好，来，东荣，您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？有看到吗？有。来，这里，你到这个工具栏这边有一个文字方块，这里。对，我点了，对。对，你点一下，然后到你要打字的地方也要再点一下。点一下，对。对，然后出现一直动的那个，我没有看到您操作。我点下去一直不会有游标在上面，我就没办法写字。我的问题是这样。那你要不要用便利贴？便利贴哈，所以要用第四个那个便利贴是吗？对，可以。你不能打文字方块，你就打便利贴。好。好，我试试看，谢谢。OK， 谢谢，不会不会。好，那不能打字，不会打字，有问题的老师都没有关系，不要担心哈。好，我们现在一组一组来看了哈。你会觉得写这样按是安全还是？好，那不会打字的老师，待会我邀请您，您就直接打开麦克风说话就好了哈。来，我们先请那个文林老师。还有打进去。文林老师，你要不要说说你的看法？写教案让你觉得怎么样？有来了。文林老师，老师说，先生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嘿。因为啊，我今年有参加教资人员的那个训练课程。嘿。也比你给时间啦。范江老师有教我的哦。用板下一位教案，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震撼教育。啊，亚蛮还在听你白二来送一位考场，故说有一丝丝感觉到可能做得嘞。哦，好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文林老师分享哈。是，好，来，是美华老师，你放在那个。你觉得写教案很舒服，来，要不要分享一下？打开麦克风。好，我要讲。因为上礼拜有上过老师的课。哦，所以。上过老师的课，老师讲得很清楚，很那个。然后呢，第五天我们又亲自的，那个真正的教课哈、印象深刻。我跟你讲说，这一次上课应该是不会很紧张，很担心。哦，好哦，谢谢老师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太好了，谢谢美华老师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二组老师，秋云老师觉得写教案让您觉得很风险很大。来，秋云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因为我们都还没有上到教案啦、哦，是，因为还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会焦虑，这很正常。好哦，新的教案怎么写不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努力加油。好，来，美智老师，你也讲一下吗？你觉得有一点点挑战，但是也还可以应付自如。美智老师，麦克风打开来讲法，好吗？因为写教案的话呢，就必须是你要去找很多的资料，然后你要，然后课纲又新改了，所以说又好还在熟悉当中啦。是，觉得是我们一直要跟上。那个教改的脚步就对了，一直是我们
教改改变，我们自己要改变，就一直，没错没错，对对，我们就一直自己要 update 上去就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不是个舒适圈就是了，对，它不是个很舒服的哈。好，谢谢谢谢美姿老师。好，我们款题上注哈，来，俊贤老师觉得风险很大，要不要说一下？麦克风打开了哟，俊贤老师。我同婉君这个电脑一起看呐、啊，我是觉得决策教案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比较透过哈某些做了种的啦，那我还是用语言教学会比较方便，还去了两年呢哈，只是多学一点，当然是会比较好一点的、嗯。是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谢谢俊贤老师分享，的确啦哈，会写教案跟会做课语教学是两回事，是两回事。不见得说不会写教案的人不会教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又会教又会写，那么呢会让别人更能够理解我们的教学，也更能展现我们的专业。所以这是中央大学为什么每一次都一定要开教案撰写的课程，因为像学者专家啦或社会大众，他们会觉得老师的专业是包含要会做教案计划这样子的。好哦，来，哦，知音老师说他觉得写教案很危险哦。好哦，那接下来呢？新伦老师要不要说一下您的感受？好、哦，嗯，哎呦喂，躺得到吗？躺得到，当清楚。哎呦，新伦的心情哈、哦，从声音的打气泡又健又好。哎呦哎呦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这是我的心情。哦，新伦老师跳跳浪讲哦，刚屏东大学，刚刚钟平南老师啊，上台头还问我讲，哎，您是周新伦老师吗？我讲您是啦，叫他很欣赏你的朗读课文，跳跳浪讲一下哈、哦。哎呦，新伦啊，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组哈。第四组玉梅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？您觉得写教案让您心情还不错，觉得还蛮轻松的。玉梅老师啊、嗯，因为有老师，所以就觉得很舒适。哦，可是，在写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风险跟危险。是是是、啊，好、哦，来，诶，春英老师，听还就讲讲吗？春英老师要不要讲一下？您觉得写教案的危险性还蛮高的。春英老师，麦克风打开了，讲好。春英老师又吹吗？好、哦，可能没上哈。好，加趴了，来来来，哇，我们第五组的老师都在风险区啊，那所以一定要问一下美玉老师，你走在讲一下吗？美玉老师，欸、嗯，还好，因为上请到白反共性上改口。所以你看，不敢想比危险区地鬼毒啦。很中庸，因为本来是安样的啦，除非你写到当熟的哈，要不然写教案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有一点辛苦啦，挑战哈、哦。那觉得很危险的老师也很正常，因为呢，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区域哈。哦，好，那这个活动呢，它叫做危险圈与舒适圈，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要让孩子分享心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白板让小朋友呢可以分享他的心情。好，所以即使是线上教学也未必是老师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好，我们还是可以让学员去操作然后分享心情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呢又是一个练习区了哈。那请各位老师待会一样在自己的白板怎么练习呢？请用你的画笔，每天都要多喝水，你可以做到，老师就请您打勾。打完勾以后，哦，我要规定颜色，规定红色，请不要用清除画面哦，清除画面会把别人的辛苦的作品也弄掉了哈。好，画笔小三角形红色，好，请您打勾，你可以每天多喝水，然后呢在这边用文字方块或便利贴都可以，就打上签上您自己的名字。好，
每一栏哦，这里有很多栏嘛，哦，你可以比如说你是一号啊，你是第一个，你就在这边打勾签名。好，给大家30秒练习这一个画工。好，请老师麦克风关起来哦。下一页哈，就是你的白板移动到下一页。哎，这一页为什么会跑掉？修一下。好，来打勾写名字哈，到下一页去练习哦。好，请到下一页，要记得打名字哦。我们第四组的老师 OK 吗？提起座位信上走的吗？用画笔打勾，然后用文字方块点一下打名字，哦，信上搞国公告扁，之前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的，哦，第一个的时候更好有朋友来讲话。OK OK， 好，老师看一下我们工具列第一个是不是画笔？画笔对，哎，好，你点一下，嗯，然后三角形可以选颜色，你不选颜色也没关系啦。好，你点一下，然后就打勾，在我可以这边打勾。打完勾以后呢，点这个文字方块。那你不会用文字方块，老师你就用便利贴，哦，文字会后面的，哦，后面都 OK 的，就刚刚第一个，好 OK， 好，老师请坐哈。好哦，很好，哇，我们第二组跟第三组的师长都很厉害哈。好，第一组也很不错哦，啊，好。很好，第五组都几乎完成了，太厉害了。第四组老师，老师你文字方块是点一下，到这边点一下，就可以开始打字了。好，好。如果都差不多了哈，没有完成，老师也不要担心，这都是练习哈，都是练习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如果已经完成的师长，我们等一下下第四组的师长哈，第四组的师长，东荣老师，你可以点一下你的便利贴，可以移动。好，你用游标去移动它。看你要移动到哪里，哦，好，接下来一样，请大家在最上面这个选页别这里，选页别这里有一个小镜头，小箭头，往下点下一页，下一页又有一个作业来咯，这个作业是要请你用便利贴，而且要换颜色，那一样哦，请大家选一二三四，第四个是便利贴，您点一下，点一下之后，哎，它刚好是黄色，题目规定要黄色，那你就在这边打自己的名字，打完按储存，因为不要继续了，按取消，然后你交第一个作业要黄色，第二个要蓝色的便利贴。所以您一样，一二三四，第四个是便利贴，点一下，要换成蓝色，点蓝色，对，打名字，点进去，移过来，这样您就交两个作业了。好，需要我再做一次吗？有没有需要？没有需要的话，就请大家移动到第六页，点第六页开始做功课。我要两种颜色的便利贴，好，那有问题，老师打开麦克风，我可以再讲一遍哦。好，老师们，第五组老师，请移动到第六页，嗯，很好。
好哦，哇，我们第二组的老师真的动作很快哦。啊，水莲老师要换成，要换颜色哦。老师，我们第二组的玉珍没有进来耶。玉珍在哪里？张玉珍，帮我们协寻一下。玉珍老师，他刚才没进来。他还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吗？还是他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没有关系，老师，那您就专注您的学习哈。那没有进来的师长，那个梦花会去关注哈。好哦，再给大家十秒钟哦。都练习完了吗？好，要会换便利贴颜色哈。好哦，婉君很棒哦。好哦。东荣，如果你这个要换颜色，你就点一下它，在这边三点点一下，编辑，您就可以换成黄色。好，点一下，你用游标点一下这个，就会出现。好，淑珍老师，请说，打开麦克风说哦。玉珍老师要用第四个便利贴。好了吗？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东荣为什么没有办法在那个信签的里面？它会在外围的框框。他没有去移动它。东荣，嗨，您就是游标点一下便利贴，你就可以移动，也可以换颜色。哦，是这个 HH 是谁啊？哦，东荣其实有哎、欸，有黄色嘞。请问这位 HH 是谁？好、哦，不晓得，好，没关系。老师，好，是，请说。那个刚刚因为我的那个什么荧幕有跳掉，所以麻烦老师你重新发那个白板的那个什么给我，让我重新再登录好吗？您是第几组？第一组。第一组，好，我再贴一次哈。您知道贴在哪里吗？在讯息栏哦，哈、哦。我知道。好，已经过去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都完成咯。好哦，好，接下来呢？还有 good 的、哦，还有人评语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一样，在我们最上面这里，请大家滑动到下一页。下一页的任务是。请用工具六，工具六就是这个图形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工具这里，然后你要选三角形，点一个图形过来，点过来之后你就用滑鼠去拉它，比如说我拉完以后，我要再来一片叶子，好，你可以调动这一个叶子。都可以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用画笔帮忙画。好，请你画一种食物出来哈，就是要你去组合啦哈，组合一下，看你的食物是什么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哦哈，就是请您用图形组合成一个食物。然后做完以后要用文字方块打出你的名字来，我们才知道这是你做的。好，这样老师们理解吗？我再做一次哦。比如说我在这边选一个，我选了一个半圆形过来，好，然后呢我再选这个，好，都可以这样哈、哦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点这个油漆，它就会有颜色。点油漆，颜色，油漆，颜色。
然后你打完之后呢，用文字方块点一下，打出你自己的名字来，代表这是你做的啊。好，请你用图形做出一种食物来，还要打上您自己的名字哦。好，哇，这谁画的很漂亮，请记得打名字哦。哇，这个是谁画的这么厉害，太厉害了，老师们都好有才哦。好，开始咯。你可以用画笔帮忙哈。还有人有问题吗？可以来找我哦。喂，喂，是没看到反应的。好，第一组的老师，因为刚才这个面板不知道为什么会消失了。来，第一组的老师，你们在这里哦，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画了哈。为什么我的麦克风突然？好啊，记得打上自己的名字哦，这样我们待会才知道要请哪一位老师分享哦哈。打起盖面哦。各位老师，我们是要做食物哦，所以您用的那个图形要记得它是一个食物哦。第一组的老师，第一组的老师 OK 吗？请给我第一组的那个，我进不去，我跳出去的，乱跳了。第一组的要进去啊。第一组的，我第一组的再给我哦。好。在哪里？来，在讯息区10:31这个哈，老师不要随便跳出面板哈，不要关掉它哦哈。好，我范江老师你好，我是蔡正英，是，请说。刚才的电脑出问题，我现在重新进来。是，你可以给我那个第四组的那个网页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我要空白的吧。来，老师您看一下讯息栏的10:31，这最下面这一个是第四组的。我应该等一下，我应该把这个给您。老师您稍等一下，您稍等一下。好，来，这才是第四组的。刚才那个不是啊，春一老师，这是第四组的哈。哦，老师，是我的刀一直跳掉，这可以第一组的再给一次吗？第一组吗？好哦。对，老师，我要建议你哦，你如果一直跳掉，可能你开了很多页面，你的网络的频宽速度没办法支撑它，所以你最好关掉不没有上课用的画面哈。我知道，可是问题。不是老师，是因为你老师我不想碰到哪里哈，突然间那个画面会放大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对啊，突然会放大。好，好，放大的话就很难很难。好好 ，OK， 好，那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来邀请老师分享哈，来。第二组的素贞老师，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画的是什么食物啊？素贞老师，哦，我是想画披萨，可是里面的料不好画，一笔不好画。我一看也知道是披萨哦，所以你画得很好，谢谢，给你掌声。好，谢谢。美琴老师，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画的是西瓜吧？哈，美琴老师。是西瓜，打开麦克风哦。西瓜，
西瓜哦，暗滴哦，而且是黄肉西瓜。嘿啊嘿啊，小玉西瓜。梅子老师，嘿，梅子老师，您画的是凤梨对吧？凤梨。嘿，蒙利蒙利，可能是好，画的很好，非常好，可能是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来，丽芬，您画的是什么呀？分享一下呗。丽芬，我想画橘子啊，可是没有那个颜色啊，蓝莓啊，然后就想说啊，对啊，哈密瓜找不到什么颜色，对。我觉得这很像21世纪里耶。好。来，那个淑美老师，第四组的刘淑美老师，要不要分享一下您画的是什么食物啊？来，那个淑美老师，淑美老师，我不知道他，我不是画食物，您画的是我就随便的拼贴哦，害我以为是火锅嘞，哈、哦，好，谢谢您，哦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。来来来，金珠老师画的看起来就很好吃，请说说看您画的是什么？第五组老师，我把馒头，哦，馒头哦，而且还有这金哦，嗯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来，君平老师，你画的味米也太像了，要不要分享你画的是什么呀？哦，我画的是汉堡。好哦，太厉害了！第一层是青菜，第二层是那个番茄酱。哇，非常好，非常厉害哈、哦！好，好，谢谢。Okay, 来到这边，您觉得这个白板的应用，自己开始有一点熟悉了解的老师，请举手好吗？哇，很棒哦！所以各位，未来您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，您就可以用白板来操作给学生，就不用一直讲一直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哦，我们继续往下面一页走，我们继续往下面一页走。接下来呢，请大家我们每一组的老师用轮流哦，不能抢哦，轮流，比如说要用雷射笔。比如说我雷射笔走到这边，你就要说出这个的客语，比如说水梨、甘吗、凤梨、西瓜、葡萄、木瓜、荔枝、发板、令果、姜角、七板、牛眼、过关、啊、就是你到哪一个关卡，你就要说出那个客语来、啊、一个一个轮流、啊、好，那我们就邀请来、第一组啊，我们来邀请，可能没有办法每个人做了哈。第一组，水莲信上可不可以来做一次给我们大家看啊？好，水莲信上啊，这样子好了，各位老师，因为水莲，好，停一下，等一下我帮你走哈，来，快行。水莲，邮局作业的问题。干吗？哎，梦里。嘿，西瓜，葡萄，嘿，木瓜，嘿，荔枝，嘿，哦，发板，苹果，个韩国的姜椒，嘿，七八，牛眼。好，就过关了。那现在呢，请大家可以这样点一下这一个便利贴，然后这个有三点对吧，请大家把它改成你想教的语词，比如说我想要教动物，就改成动物，然后到这边，反正你都是动物的话，你就是通通动物，或者是你可以掺杂你想教的语词，这样可以吗？比如说，好，来，就请大家去改变里面的内容，改变里面的内容之后，自己再用雷射笔走一次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来，请大家开始改掉这一个迷宫里面的语词，好，自己改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不对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大家共用的，我忘记了，不是各自的白板。
来收尾收尾，请各位老师就是关掉麦克风，自己走一遍，把课语都讲完。再讲一遍。好，老师，我再讲一次，用雷射笔点一下，自己玩一次，自己玩一次就是了，要把课语讲出来。好，好，给大家30秒玩一次这个，不用去改里面内容哦，我忘记了，这是大家共用白板。好，来，自己玩30秒哦。对，已经有人在玩了。对，要记得把课语讲出来哦。范江老师，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蔡纯英，再拜托你给我进入第四组好吗？好，我的电脑一直出问题，不好意思。不会不会，可能是网速的问题，这很正常哈、哦。线上教学就是网速的频宽的问题。好，谢谢梦话已经贴了。梦一，先梦一。拜拜。好，给大家玩30秒哦，玩得很激烈，要记得课有讲哦，不能只有玩哦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给大家休息到10:50好吗？好、哦、，any 聊到10:50，然后我们待会又要进小房间去做小组的操作，那大家就慢慢来哈、哦，小组会议室。好，谢谢。